一的 A 七 A 三抽抽乐三二一。为什么写注音？不想写。妹妹三十块零用钱。妹妹29抽，姐姐30抽。姐姐30，妹妹29。六加九等于几？16加九等于17。错。16加几了等于27？错。16加几？16加25。对，妹妹多一抽30。25。算了3次，数学算了3次才算对，不行。240。240。对。大的啊、哦，今天有香香的。不是三的倍数。30的倍数啊。30的倍数有错吗？小胡。120。大的，哇，今天就错大的。妈妈说要去买。130。有三个五哎。130。180。等什么？180。对，180。哇，妹妹两个大的。妈妈说。60。60，三个大的嘞。哇。三大一小。对。120。小的。100。100小的。20。20小的，太多，今天太多了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后面的中的都不算了。230。小的，先拍到有准，大放中了。好了，姐姐中几个？四个。一大三小，一大三小，妹妹三大两小，姐姐一大三小，抽着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好了，想抽中什么奖品？贴纸，贴纸。不是要妹妹现在说要抽中什么奖品吗？公仔和贴纸。你说高级奖品？对啊，高级奖。有了，爸爸准备的高级贴纸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妹妹一小，姐姐三小。妹妹不是。妹妹两小，妹妹两小。耶、yeah, ，这个重贴纸，这个然后。你喜欢这种贴纸啊？可恶！贴纸。姐姐还有一个，姐姐你那个是中什么？嘿嘿，杂志牌的。我跟你一样是杂志牌。那另外的中写什么？铅笔。铅笔、啊。我两个都杂志牌。来，铅笔。妹妹几个？妹妹三个。妹妹三个，姐姐一个。那个第一只猪是谁说的？哦，那是公仔，全公仔，我不要公仔。四张香香哦。那我帮忙计算，你先在旁边摆着。那你需要只看这张单一张。然后这三个妹妹中，我先算妹妹的。这个比较可爱。我只收这只。那是对你的眼睛，你把眼睛遮起来。姐姐三十四。掉到姐姐眼睛去了。姐姐34。好。妹妹83。妹妹83耶，中到。太多了。你抽中三个名单。没有，我只抽三个，太多了。那不然还我。还我，你要还我。当下次奖品来，好。
香香太多还不行。八十三，然后姐姐几个？我是四，好，八十三呀，八十三减二十八，快多少？等下八十三减二十八，喂，这个都下一个五十五，对，先香香好了，来，一个，一个，姐姐三十三，妹妹五十五，嗯哼，对，谁亲我？是这只猪吗？小揪嘞，姐姐没有小揪嘞。小揪嘞。没好专心，想想。两口水。我这一颗长了一个花，一开始它只是一个花苞，那这个呢是我一开始种的，结果它有一天长出了花苞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后面是妈妈一开始差点死掉的花，然后妈妈就把它移植过来，结果它就活了。好，那这个是石头无意然，我这个是蜜梨，不是蜜梨，但自然和蜜豆子在樱花树下玩乐。会有蜜豆子哎，对对对，蜜豆子在树上。我没有看到蜜豆子，这是那个啊、哦，老板啊，无意然嘛。对啊，看我是认他这个啦。哦，这个刀鞘。好，我认他眼睛。然后这是鬼舞石无产，这是石刻交心的不翻译。无产他怎么露那个露背啊？这是这是谁？蝴蝶人。蝴蝶人。好，大家喜欢别人的订阅，我每天晚上六点准时。影片我们下次见，拜。